This is 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 broadcasting from Bangkok and relayed over transmitters in Bandung, Udon Thani, northeastern Thailand. For listener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Europe and America, it is now time for our broadcast in Mandarin. 这里是泰国广播电台，接下去是普通话节目广播时间。这个节目是在曼谷时间晚上7:45到8:00。或者格罗威治时间中午12:45到1:00，向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听众广播。各位听众，在今天的新闻节目里，首先向大家报告新闻提要：塞塔总理赴沙特阿拉伯参加第一届东盟海湾合作理事会会议。塞塔总理赴沙特阿拉伯参加第一届东盟海湾合作理事会高峰会议。俄罗斯愿为泰国全面提供能源支持。商业部建议抓住海湾合作理事会新出口市场。听众朋友，从即日开始，各位可以在 YouTube 或者俗称的油管收听本节目。您只需在手机或者电脑上打上英文字 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 也就是泰国广播电台海外部。重复一遍 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 也就是泰国广播电台海外部，便可以不限时不限地点的收听到本节目，并可以在留言区写下评论或者建议。谢谢各位的支持。塞塔总理在北京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兼财政部长塞塔拜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中，习近平表示，中泰要做高品质共建一带一路的排头兵，加速中泰铁路建设。塞塔总理则特别声明，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泰方尊重中方核心利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也希望双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共建泰中铁路，推动中国老挝泰国联通发展构想。此外，塞塔总理还邀请投资路桥以及增加目标产业电动车、电池和密西基经济的贸易和投资，同时对曼谷购物中心枪击事件导致一名中国游客死亡事件深表遗憾。总理兼财政部长塞塔在访问中国期间，与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双边会谈。塞塔总理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确认将延续中泰一家亲的关系，强调泰中密切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推动高层互访不断。在2025年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之际，塞塔总理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泰国进行正式访问。习近平指出，塞塔总理把中国作为东盟以外首个正式出访的国家，充分体现泰国新一届政府对中泰关系的高度重视。中泰毗邻而居，中泰友好深深植根于两国人民心中。很高兴去年11月对泰国访问的成果正在得到积极有效的落实。中方愿同泰方一道，不断赋予中泰一家亲新的时代内涵，把两国传统友好的优势转化为合作共赢的动力。在会谈中，塞塔总理表示，祝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以及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功举办。我由衷钦佩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以及中国简评成就，愿意借鉴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泰方将认真落实去年11月习近平主席访泰重要成果，同中方一道构建更加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泰中命运共同体。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泰国尊重中方核心利益，
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希望双方深化各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建泰中铁路，推进中国老挝泰国联通发展构想。泰方将全力保障中国公民在泰安全，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泰投资，更多中国公民赴泰旅游。塞塔总理赴沙特阿拉伯参加第一届东盟海湾合作理事会高峰会议。塞塔总理在参加了北京举行的第三届“一带一路”倡议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以及结束对中国的正式访问后，在沙特时间星期五早上5:40抵达利雅达机场，以出席第一届东盟海湾合作理事会会议。政府发言人蔡瓦茨隆表示，海湾合作理事会共有6个成员国，即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科威特、巴林、阿曼和卡达尔，总人口5800万，国内生产总值 GDP 比泰国多4倍。这些阿拉伯国家的游客前来泰国旅游，可列为全世界消费最多的群体，是极具高潜力的游客。在这之前，泰国和沙特阿拉伯处于不是很顺利的状态超过30年，直到2022年初才恢复正常关系。两国在经济和人民往来日趋密切，目前可说是泰国到阿拉伯国家投资的良好机遇。这次会议是东盟和海湾合作理事会这两个集团聚集的舞台，可以在多方面获益，特别是投资、贸易，以及对这些阿拉伯成员国的出口。在极近的未来，沙特阿拉伯将是出口中心。塞塔总理这次对沙特阿拉伯的访问，将是泰国建立更多出口市场的良好机会，尤其是刚与泰国恢复正常外交关系的沙特阿拉伯。GCC 海湾合作理事会是具有极高水平购买力的国家，也是庞大的资本来源，食品、能源和旅游领域则列为投资之首。未来可能建议成立东盟海湾合作理事会商务论坛，促进双方私营部门和人民相互往来，开展商务和旅游业务，特别是健康旅游。俄罗斯愿为泰国全面提供能源支持。副总理兼能源部长 Peter Pan 会见俄罗斯能源部副部长、俄罗斯驻泰国大使，强调俄罗斯愿意向泰国全面提供能源支持，包括提供低价燃料、石油、煤炭、天然气等，以及各种形式的投资，具体按照私企交易的方式进行。副总理兼能源部长 Peter Pan 表示，在主持第三届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之后，会见俄罗斯能源部副部长谢尔盖、俄罗斯驻泰国大使耶夫根尼，双方就促进两国在能源领域的进一步合作进行交流。俄罗斯能源部副部长表示，俄罗斯愿意与泰国在各方面的能源展开合作，包括了煤炭和石油等基础能源在内，并在其他领域向泰国提供能源帮助，包括技术方面投资建设不同形式的能源生产系统和建立联合投资伙伴关系。他表示，他提议在泰国和俄罗斯私营企业之间建立能源业务对接，并期望相互学习和交流，同时还提议让泰国代表团考察俄罗斯能源行业。对此，俄罗斯方面表示愿意提供支持和便利，以便两国的私营企业一起进入能源行业。此外，俄罗斯方面还邀请副总理兼能源部长 Peter Pan 访问俄罗斯，以就此进一步讨论。 Peter Pan 表示，在会谈过程中，俄罗斯代表团向泰方提出了多种形式的贸易合作方式，以及包括了各种
低价燃料、石油、液化天然气、煤炭、润滑剂产品等。这些产品可以以私营企业交易的方式进行，或者以促进投资科学的方式与泰国政府合作。副总理兼能源部长 Peter Pan 当天还会见了孟加拉国电力能源和矿产资源部副部长，双方就泰国和孟加拉国之间的能源合作问题进行讨论，希望今后能够在能源行业进一步开展合作。此外，副总理兼能源部长 Peter Pan 还主持了第三届亚太能源论坛会议，第三届亚太经社会部长级会议。他强调泰国重视并推动以及与成员国一道推动清洁能源政策，重视获得能源渠道和建立公平能源价格标准，这与第三届亚太经社会部长级会议的目标是一致的。商业部建议抓住海湾合作理事会新出口市场，商业部贸易政策与战略办事处透过网站上的数据分析了有机会打入海湾合作理事会国家市场的泰国产品，发现汽车设备及零部件、汽车轮胎是其市场上的明星产品，电脑设备和组件，珠宝则是潜在产品，也建议开放需求量大的鸡肉和大米市场，但是机会较小。商业部贸易政策与战略办事处主任普鹏透露，该办事处对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达以及巴林这六个海湾合作理事会的国家的市场进行分析，根据商业部政策寻找开拓更多市场的机会，重点在于购买力高但与泰国贸易额不多的新市场，这对泰国出口商来说也是个寻找新市场扩大贸易的机会。贸易政策及战略办事处发现，海湾阿拉伯合作理事会 GCC 被认为是中东地区经济的重要群体，海湾合作理事会的 GDP占中东地区 GDP 总量的 46.7%， 每个国家的人均收入都高于泰国。2022年卡塔尔是海湾合作理事会国家中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达88000美元，是泰国的 12.7 倍。卡塔尔总人口为5890万人，接近泰国人口总数，而沙特阿拉伯是海湾合作理事会人口最多的国家，占其总人口的 61%。 国际贸易方面，海湾合作理事会前三大重要的进口来源是中国、印度和美国，其中泰国排名第19，占进口总额的 1.4%。尽管目前泰国向海湾合作理事会国家出口不多，但是泰国产品仍然有机会进入其市场。从2023年1月至8月，泰国对海湾合作理事会国家的出口总数来看，总额为45亿8000万美元，较上年同期间增加 4.2%， 占泰国向世界出口总额的 2.4%。各位听众，今天由泰国广播电台所提供的普通话节目全部报告完毕了，我们明天再见，感谢我的收听。